怀疑自己。宝。好吃吗？我觉得不太对我的胃。啊，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要啊，要回台北啊。润饼不是那个吗？润饼不是润饼不是平常那个吗？我现在好饱哦。润饼是左边那一摊郭家。然后水润饼是右边一包一包的那个，放在店盒哦，好吧。对，我知道水润饼干粮。好饱。花生酱，哦，看到了。你说烤水润饼啊？水润饼可以烤。头前肉桂，真的买，真的买。花生酱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吃了，花生酱就还好。哦。水润饼我也没吃过，就好像一定要买一包。你其实你都知道太厉害了吧？还是你常常买？手摇凉茶，放下去。刚出炉的，可是好像它不是在这边烤啊。早上。